Hello，Hello，你好。我去了嘛，肉羹店。哦，去了肉羹沟口啊。快的小男孩玩球多可爱。谁教你的？我看抖音会的。看抖音会的。杭州了，从这到我们去的那地方，开车还得半个小时。马丽哥，妈妈打电话呢。老公。好、哦。妈妈打电话来说，我们今天又来到杭州，来到就请妈妈来个电话。啊、哦，对，之前妈妈来过一次。嗯。哎呀，梦到呀，梦到了。人呢？都扔了吗？哎呀，那个人都扔了呀。啊。这楼钱了吗？扔丢了。我这楼钱扔不扔？我倒霉。老妹啊。啊。哇，终于到了，好冷好冷，辛苦了。不用算，我们一起上去。那有什么问题就随时联系我。啊，好，行，可以。因为我待在这里更开心。哇，能不能点头？师傅，这个要干啥？把空调给打开，太热了，打开。啊。品牌方打电话叫我们过来选一下品。啊，你到了，就是。就是这。啊。今天带你看一下大尺寸的高个，和我们的价格你看不一样。多少也得了，要不给杭州那种价。哦，好，我看。蓝月亮，蓝月亮，大品牌看一下。蓝月亮，还是大牌子。大品牌，新疆装的。这可以吧？可以，牌子可以。哇，九元了。可以做低糖饭的。低糖饭，吃起来非常的健康，像三高人群都是可以吃的，没有问题。好重要，三斤重。钢铁球的，你看都打不穿，一点都不夸张。超市的话，哪里都有超市，你可以跟我买得到。可以的，只要在我直播间买就可以抢了，拿到那个价钱比较便宜的优惠。对，那价格明天你们说了算，好，可以吧？去看一下我们的游戏。这啥牌子有？花的都有。啥都有。大品牌。啊，这还有橄榄油。橄榄油之前你不用的时候，哎，我买的这油吃的。哦。这油挺好。明天能不能上这个油？可以的，没问题。可以的，只要能开上都能上。可以的，价格你们说了算。好。行，马上8月15那礼品，那奶和月饼那些都有。有的，来这牛奶专区看一下。牛奶，特浓酥的。啊，可以的。那就上特浓酥。大品牌、值得信赖。过节的奶有的，现在还有月饼、有的，来这边请，我带你看一下，有的必须有。来这边请。月饼的话有很多，你看一下，你自己选，应有尽有，想要哪个都能上。哇，月饼这么多，老公。你看这个大。啊？这个大。这个大，方方正正的比较好看。来看一下。可以的，老公，你拆开看一下。哇，和那个装包的那个盒子差不多，太漂亮了。打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子。啊，这盒子挺大气的。哇，这盒子挺大气的。哇，这提着走进去大气的。哦，到时候我们也拿回家走进去。哎，到时候我们回家的时候也带上几个，回家也走进去。啊，行，挺好看的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锅碗瓢盆小家电，应有尽有。明天你们想上什么，咱们就上什么，行不行？行，哎，价钱了。价钱，你们说了算。我们说了算。可以吧？行。价格就在我说了算。你们说了算。那明天你们几点开门？我又都有家人来了。9点钟开门。9点钟开门。对。那明天9点不见不散。